一名游戏男子驾驶自小客车由白杨步道停车场东往南左转台八线，不慎已沿台八线东往西直行之陈姓男子所驾驶之大型重型机车发生擦撞，造成承揽及负载乘客王女受伤。本案本分局员警获报均依规定受理，并不会因为当事人的身份而有偏袒的情形。至于肇事原因，尚待警方调查厘清。